为了照顾社区长辈健康，复兴环社社区甲鹿港基督教病院来配合，定期办理血压、血糖、盐尿等等的检查，并且根据检查的结果，提醒长辈一挂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身体保健的方法。假使发现无正常的状况，咪当量早进行治疗。迄、那个饮食内面啊吼，咱迄个油的啦吼，咸的，咱先尽量看嘛，啊对咱的血管是有帮助的吼。社区内长辈排队来予护理师检查，检测血糖、血压等等的数据。为着照顾长辈的健康，环社社区逐个月定期甲鹿港基督教病院合作，来帮长辈进行各种检测，并且依照长辈的数据，予因一挂生活上的建议。那我们来这边吼，提供长者的服务吼，我们会帮忙测量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，还有尿液检查。那为什么会检查这三项？我们一般在讲的是三高。那长者随着年纪的增加，那这方面的问题也相对的也会增加。那我们事先做好检查，然后也可以告诉他们怎么去调整他们的生活。好，来控制日常，再控制好。那如果针对有一些是比较有异常的，那他们可以及早的去做处置，那让那个疾病哈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。那对这个老人哦，那全部检查靠帮助了。但老什么毛病哦，那我们才知道讲进来去治疗。社区表示，定期做检查，提早发现，提早治疗。护理师嘛会当依照数据给长辈建议，给长辈的健康得到更大的保障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复兴采访报道。